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子，让我们继续来玩这个火影忍者，差不多说这游戏。游戏中装新版本游戏，这返还奖励专属定制，随便选一个吧。这些战役，然后呢，停机补偿。任务在哪来着？备战积分，组织决斗，向对手探索。终极奖励问题，领取一下。终于考试，看可以参观。嗯，这是完成了。这带错了，带错了。奔赴考场。抢走阵容。这还是谁呢？怎么出场？自动化。这一关没有去前面的石头啊，直接放大招啊。手头奖励天赋2.1，啊，升级了。这是考官的阻拦，出发。哎，继续自动化。在豆荚里走啊。第四波。治疗啊，刚刚打的是例子，再顶不住强力的一击啊！夺冠了，天赋2.1，对吧？天赋2.1，没了。装备通灵，这是修炼，召唤兽人，装备要升级了。新人奖励加入组织，快速点。组织吃服，奖励到手。即将绽放生存挑战，继续招募一下忍者。好，生活名人碎片，招募战友，真的没有。普通招募免费七次，组长碎片，继续冒险吧。终于考试，来自理的挑战，出发，自动化开始。枪毙了李洛特。打到了，好，结束了。是一只忍者出剑，开始吧。不是，没有之前的时候吗？教训一下，这托斯詹法，还不够如此吗？漂亮，三星过关，继续冒险，试炼之地探险，生存挑战，第一关。准备游戏。哦，这回没问题。不是，这上来，
这生辰的描线啊，生辰咔咔掉线，生辰的描线生辰，还得生辰有豆啊，这样力量一点。对呀，升星了升不了，练习赛啊，那些都是的服装也没有用，这是梦想吗？27级解锁，精英副本，出战，自动化开始。继续，这抓住哪抓住？最后的谁呀？兄弟，这是快速抢道，一箭成侠，这还能这样？抢到结束，急是什么？对，我们再往后打一打，以后打不到了再说。这放哪刀呢？毛也没伤到我。呀呀呀呀！都是背后攻击。好，我的兄弟，下一个出田，调整一下阵容。出战。现在打的有点费劲了。还是电解扫荡吧，高闪副本已扫荡完，还得冲至才能扫荡，通过山梁第九关啊，天有次数点啊，刚扫荡他们这个可以扫荡，这个扫荡就没啥意义了。行吧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我这同学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谢谢广大剪辑小逆拍摄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收藏投币。